我是静彤，我是八六八慈济幼儿园2018年的毕业生。我最怀念慈济的什么东西呢？很怀念慈济幼儿园的在特别的节日时做特别的东西，比如在新年的时候吃火锅，在中秋节的时候做灯笼。还有呢，我很喜欢在人文课上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，学会了缝小枕头，还有学会了插花，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。祝马来西亚分会慈济幼儿园20周年